当年也是个灾年，你爹听了城里来的教授的一番话，带着月亮湾封了地，粮食产量倒是上去了，灾年也过去了，可仍给抓了，撤了职不说，还蹲了2年大牢。儿啊，那会儿这不要命的路你咋还敢走？妈，既然这个方法得多打粮食，那要设错了，这个对和错不是你说了算，也不是这个弟弟打多少粮食说了算，是本本本本说了算了。不姓粮食姓本本，你又长社会主义的草，不长资本主义的饼，这死人帮都打倒了，我看这个本本也应该改了。你把那个本本改了，你那个脑袋瓜子也就搬家了。我不怕。你不怕，我怕。炒饭。有事可出来多嘟嘟的。爹，你就不想吃大白馒头？你就不想抽整整的烟叶，而不是草梗子？我就奇了怪了，我们俩都是地里的好庄稼汉，可为什在田里天天跑，月月翻，年年种，可还是吃不饱过不好嘞？爹，爹，爹，你爹爹爹爹爹，饿死了！等有人管你叫爹的时候，你再想这事儿。吃饭，吃饭，吃剩了。就我们这个穷地方，有哪个女子愿意嫁进来？我看呐，要是不改变，不封田，我就不抱有人管我叫爹的念想了。你也不要抱有人管你叫爷爷的念想了。这个教授叫什么名字了？吴文元嘞。